一号马冠英狮王来自爱尔兰的4岁的栗色公马，骑师赵电话，练马师何一鹏，马主马静。三号马吉祥使者来自爱尔兰的6岁的溜色的善马，骑师沙飞士，练马师何一鹏，马主是新加坡易冠。五号马金生水来自爱尔兰的5岁的溜色公马，骑师陆永康，练马师陆汝文，马主是中国著名演员夏雨。九号马金钥匙来自加拿大的6岁的河流色的公马，骑师敖白云，练马师牛文广，马主华语马业。13号马天赐飞豹，天赐飞豹是匹来自澳大利亚的5岁的溜色公马，骑师别克江，练马师丹尼斯，马主是卢宝利。4号马太阳神来自日本的8岁的河流色的公马，骑师董小军，练马师牛文广，马主黄庆才。8号马知识过剩来自英国的8岁的河流色的公马，骑师田聪，练马师丹尼斯，马主王君宁。10号马吉隆之喜来自爱尔兰的6岁的溜色的母马，骑师魏云中，练马师四十古龙，马主是晋成军。2号马燕春金冠来自爱尔兰的4岁和6岁的公马，骑师安利泰，练马师周涵，马主赵春。6号马黄金王来自日本的10岁的栗色的善马，骑师孙杨凯，练马师牛文广，马主赵明松。7号马永强追风来自英国的3岁的溜色公马，骑师李方格，练马师四十古龙，马主李勇。最后亮相的就是11号马狂飙来自新西兰的6岁的栗色的公马，骑师田新华，练马师何祥寿，马主侯兴建。牧世界中途争霸赛开始，马匹出发。最后是有11匹马冲出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排在比赛最前面的就是白色彩帽的10号马吉隆之喜。现在可以看到排在比赛第一位的，在他旁边的就是5号马吉隆之喜，两匹马差距很小。然后现在是吉隆之喜为比赛内栏马匹，现在要即将过第一次中国终点。在比赛第三位的就是8号马知识过剩，现在排在比赛第一位的依然是 1.5 个马位领先的10号马吉隆之喜。而排在比赛第二位的就是5号马吉隆之喜，在他旁边的就是8号马知识过剩，马匹开始过第一个弯道。内栏可以看到还有另外的一匹马就是橙色彩帽的，看到9号马金钥匙，现在是2个马位 2.5 个马位领先的依然还是10号马白色彩帽的吉隆之喜，在他旁边的就是8号马知识过剩，两匹马差距现在已经缩小了 1.5 个马位了。排在比赛第三位的13号马天赐飞豹进入后边的直道，排在比赛第四位的就是11号马狂飙。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是黑色彩帽的，是橙色彩帽，是褐绿色彩帽的是2号马燕春金冠，现在是 1.5 是半个马位领先的是10号马吉隆之喜，还有1000秒跑。排在比赛第二位的依然没有变化，就是8号马知识过剩，紧紧的跟着就是2个马位之隔的13号马天赐飞豹，接下来依然还是11号马狂飙。我们看到后边的5、6和马位差别的并不是特别小，排在比赛第五位的现在就变成了5号马金蒸水，马上要进入最后的弯道了。现在排在比赛第六位的变成橙色彩帽的就是9号马金钥匙，接着在入弯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2匹马10号马吉隆之喜，在他旁边的就是5号马金蒸水，两匹马的差距很小。然后现在可以看到是还是十号马吉隆之喜排在了比赛的最前面，最外档可以到另外一匹8号马知识过剩已经赶了上来，最最外档看到红色彩衣的11号马狂飙，这个时候也加速起来，最后的400米的之间冲刺马上要到来了。这个时候排在比赛最前面依然是之前一直领先的白色彩帽的10号马吉隆之喜，这个时候另外一匹马可以看到就是从外栏也慢慢的赶了山，红色彩衣的是11号马狂飙，现在最后200米之间冲刺马上要最后就要实现过终点了。我们看到最后200米8号马知识过剩排在了比赛最前面，领先就是大概在2个马位左右，最后最外档的11号马狂飙还在找机会，这个时候看到是8号马知识过剩排在了比赛最前面，率先过终点。第二个过终点我们看到橙色彩帽的就是9号马金钥匙，第三个冲过终点是红色。